fucking welcome for our set。 你敢相信吗？这个关押着穷凶极恶犯人的监狱里竟然有一家对外开放的餐厅，厨师和服务员都是囚犯，而来吃饭的客人中甚至会有国会议员、贵族名流，米其林星厨都对菜品赞不绝口。这里是英国萨里的海盗恩监狱，他关押着1100名囚犯，是英国囚犯再犯罪率最高的监狱。放出来的犯人70%都会在一年内再犯罪，人们一旦进了监狱，基本就没了出路，他们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抛弃，可监狱却不能抛弃他们。所以和英国的其他监狱一样，这里的犯人也能得到知心工作，顺便学习一些技能来帮助他们远离犯罪。而海盗恩监狱以一项独特的改造革新著称，那就是他们开设了一家几乎完全由犯人经营的餐厅，餐厅地址就在监狱里面，客人们吃饭还有进监。除此之外，这里和其他餐厅没什么区别，客人们掏钱也希望得到优质服务，只是如果这里发生暴力事件，餐厅就会立刻关闭，永不再开。毕竟拿着菜刀的厨师们都是犯过事的。要说这里没有安全风险，那肯定是假的。所以主厨阿尔必须充当独裁者，他并不是监狱囚犯，而是餐厅管理人。对于来工作的犯人，阿尔有着一票否决权，只要犯错一次，那就永不录用。开业一年多以来，监狱餐厅已有13名训练有素的厨师和侍者在被释放后成功找到工作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改变人生的好机会。可要想一直留在餐厅，并不是件容易事儿。这天，2名囚犯就因偷拿食物被开除了，阿尔却要重新招聘几位。为囚犯们做饭的主厨房是最佳挑选场地，19岁的小黑被幸运选中。他的罪名是2次暴力抢劫，但现在他想成为一名专业厨师，拿到相关职业证书，去监狱餐厅无疑能学到许多，这让他非常期待。Like I enjoy, I get excited. Yes, let's go. We're getting money, but I give it up if I've got a legit job, fam. I give it up if I come out and get that nice job. You see what I'm saying? It's a fresh start. 21岁的佩奇也想去餐厅工作，这已经是他15次进监狱了。所以他不想重蹈覆辙。在参加面试的囚犯中，24岁的罗比是第一次进监，他的罪名是携带毒品。在没有犯罪前，罗比很难找到工作，因为他文凭不高，也没有任何职业证书。现在有了犯罪记录，处境只会更糟，所以这是他难得的机会。好在经过阿尔的面试，他和佩奇都被录取了，周一就能开始工作。而小黑还要再等一周，他需要再改改急躁的性子。佩奇和罗比上班这天刚好赶上餐厅举办慈善晚宴，有80多位客人将同时到场，后厨忙的是不可开交。罗比留下帮忙，佩奇则直接上岗服务员。这是他入狱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女士，看着都有点小激动，连带着表现也非常不错，完全是热情友善的样子。阿尔表示很满意，这让佩奇也充满信心，他对明天的工作非常期待。第二天来的人就只剩罗比了，因为佩奇破坏了餐厅收款系统，他在电子收据上恶作剧般的打了脏话，这会严重影响餐厅形象。在核实调查后，佩奇被直接开除了。没多久，小黑也来到了餐厅，如果他能在这里待上4个月，就能获得国家烹饪职业证书。一上午他的表现都很不错，蛋糕也做得像模像样。可到了下午换班时，他就躲进更衣室吃了为客人准备的三明治，还偷喝了芬达。不过三明治是另一位主厨允许他吃的，阿尔并没有说什么，他也没看见小黑和芬达，自以为逃过一劫的熊孩子背着阿尔偷偷乐，下班前还再次违反规定跑更衣室吸烟。摄影师不敢说话，但第二天一位餐厅员工就把他举报了，对方看到他偷喝芬达，这让阿尔非常生气。可念在小黑年龄不大，他还是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机会，只是扣了他1天工资，并且停职4天。到目前为止，新员工中只有罗比还坚守岗位，他一直踏实工作，最近已经学会做3道菜了。刚来餐厅时，罗比最紧张也最害羞，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，但阿尔鼓励他大胆尝试，罗比也确实做到了，他变得越来越自信。为了应对又一次的晚宴，餐厅请来了意大利名厨乔治帮忙，他名下有6家米其林餐厅，来这儿还能对员工进行1对1指导，这可是金钱也买不到的。除此之外，乔治还愿意等这些犯人出狱后为他们提供工作，当然
前提是表现良好。踏实肯干的罗比就很合他的心意。七周后，罗比就要出狱了，到时他将接受米其林星级餐厅的一天试用，合格就能留下工作。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。圣诞前夕，小黑再次回到餐厅工作，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。但从工作态度上来看，他的确认真了不少。但第二天，阿尔又得到一些恼人的消息，有人举报小黑从餐厅回牢房时威胁了一个囚犯同事，还扬言要割断对方的喉咙。这种行为非常恶劣，也让阿尔很失望。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很多，不抓住机会，谁也帮不了他。小黑最终还是被开除了，但他并没有认识到错误，只是觉得自己语气差了点。作为惩罚，小黑被罚上交私人衣物，其中还包括他最贵的鞋。因为从小辗转于多个寄宿家庭，小黑从来没感受过真正的亲情，他总是穿着又臭又笨的鞋，这导致他在童年受到无数霸凌，所以鞋对他来说是一种执念般的存在。直到知识主管杰基来劝说，小黑才听话起来。Jackie's the best, but I swear down, bro. She went ahead, they wouldn't have got none of my shit, but I'm sure. 杰基在监狱里给了他母亲般的关怀，也只有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能看出他不过是个叛逆期的缺爱青年。佩奇在离开餐厅后，又找了一份收集脏衣服的活，这和餐厅工作比差远了，但他还是决定改过自新，好好挣钱。在餐厅工作十二周后，罗比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，阿尔带他去乔治的餐厅面试厨师助理。在品尝了他做的茴香雪橙沙拉后，乔治满意的录用了他。罗比的年薪将达到20,000英镑，而且在米其林餐厅工作，他的未来更是不可限量。这对他来说将是人生的转折，罗比非常珍惜，想要轻犯回归社会，防止他们再次犯罪。说到底，还是要让他们有个安身立命的工作，而监狱餐厅或许是一种很好的示范。我是拉环，关注人间易拉罐，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。